他说摄影要钱，一万块，都一万块。好啊，那就给他吧。要拍的话，就是不要拍到我。到底是你在精心化妆，还是把我画了一个小丑？我也谢谢一下，我要去秒吧。啊，对对。那你东西掉了，没关系。嗯。他说他这边原本有三个，然后现在掉了一个。我们现在帮小莫找一下凶手是谁。是两根呢？两根。找到了。都关掉，会这样讲。我刚有去看你，会这样讲。他自己冲出来自己跑的啊！我在说唱走过来啊，那真的看到这个，哎，你被延长，你要再加六百，你还加六百，准时上来。Hello，Hello，写信取るの？今から？はい。あ、取ると有料になっちゃう。他说啥？他说摄影要钱，一万块，都一万块。好啊，那就给他吧。啊，大丈夫。很坑人，摄影还要钱。还是你画一个啊？白画一个就好。一回に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？大丈夫ですか？あ、可以可以。このぐらい白いよ。嗯。对吧？这样子，像这样子，これでいい ？OK。那じゃじゃこれ二人ね。動画撮るのは一万円一万円プラスになります一人。他说什么？要拍的话，動画撮るのは一万円一人到我。啊，厉害，嗯，厉害。他想说少了你一个妆的钱，我要补回来。连化妆跟穿衣服大概一个钟头。啊，那么快哦！我要搞五个小时。哎呀，哦，好冰哦，哦，一激动这样乱画。是乱画，他们有他们的那个化妆道具啊。冷たいですよ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好凉快，很凉，很冰哦。冷たい。笑ってる。Look up, please. 到底是你在精心化妆，还是把我画了一个小丑？我觉得他化妆真的是手法有点粗糙。对。那为什么一提到脸都要白白的？以前呢没有电灯啊，都是蜡烛啊，所以呢把那个脸弄成白的话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哦。两个要上场的小姐。我把睫毛往下贴，他这样就不要贴好了。我给你剪。不能听到哦。どのままですか？もう。まだまだ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大丈夫だから。很呆子哦！我说你这个跑出来，他说他是就是故意的 ，long eyes，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长 ，long eyes，long eyes， 全部会眨眨的。この辺はちょっと痛いですね。痛いの？うん。真的。它会漂亮，嗯，太漂亮了 ，super 太，super 漂亮 ，super 漂亮，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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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自己的作品，他当然说会说漂亮了。他很奇怪，他没有近视化，那么年轻，谁想歪曲扭巴的？啊，对对对，小心我哭了的啦。他也是歪曲扭巴的吗？有啊，跟我平常画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我应该也可以啊。安全帽吧。哎，那你这个黑色蛮好看的。啊，这家伙啦，お姉さん、これダメよ。ちょっとちょっと、落ちないよ。皇冠加冕。妈妈看得出来他是欧北画吗？不管任何人的脸，他都是这样子画的。觉得好看吗？这有行情吗？这种艺妓？你现在这个不是艺妓，你现在这个是花魁。妓女对妓女，妓女要画成这样。リアルの写真を撮らせてください。啊，そうですか。はい。没有没有。没有白。这样是对的吗？これはない。他说后面的话会跑出来一点，不要去浅草寺会被人家讲。我觉得你补完你眼妆变好很多。拜拜。大家都来拍你们两个。台湾两大名妓。没错，最贵的妓。我觉得他那木屐走路起来很特别，他会不好走吗？是不会。没有，小莫都陪我干这种事情。你好，可以帮我拍一张照片吗？大明星，谢谢。明星，我们是街头艺人的概念。那好像讲的，对啊，我知道。画成这样还认得出来啊？真的假的？他们认得出来是我啦。那可不可以拍一下？
好啦，你好 ，Good superstar， 是吧？你看，你要怎么知道？好，你等。他们听声音认得出来是我耶！这样漂亮吗？对呀。鬼话连篇。你东西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哪有掉东西？他不是有拍照，他说掉一根啊，我可能他骗人的。那怎么办？万一就是你少一根，有人绊倒吗？没有，还是有人拍照。会不会是人太多的时候碰到干什么，然后掉下来？看 VCR。他说他这边原本有三个，然后现在掉了一个。我们现在帮小莫找一下凶手是谁。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素材。刚开始就两根的，刚开始就是两根的。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来找一下，到底是他们所说的三根呢，还是原本就是两根？我们要把事情搞清楚，太令人生气了。这里有你们下电梯的样子。是你的东西。是两根呢？两根。你是这只货，他给自己弄的是这你看他说你站到口，可是他自己东西没放好，没有收。我知道了。但是什么？那你多少？看到就都睡一下，所以他现在是被我们发现的差距。好了 ，OK， 没事的，没事。他要拿那个什么十一费三千，我跟他讲说也不是你的问题啊，他动都没有动，是你在动这样子。而且他原本没有跟你收，他发现他那一根钱收不到之后，他才要收。对。那他本来衣服不就要洗了吗？对啊，难道他衣服都不用洗吗？だけど三千でいいですよっ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よ。如果不给他三千块钱，叫我拿去洗。他说本来你们定两个，然后后来跟他说改成一个，他也说好了。这个什么东西这样子吧，他也承认说好了，就是不收钱了。那最少这个什么洗衣费要给一给这样子啊。洗衣费给他。好险我们一直有在录影。好险。终于知道要什么一直录影了。有证据，对不对？惊呆了。我觉得这很夸张哎。然后昨天你也被坑了。对，有一天被坑了140。就是我走你。不是日币，是我现在才30块，是几千不几万块。那到了，都跟那位这样讲。我刚刚有去看，那个是他自己从出门地方的啊，你说不定呢。化这个妆是3万多，去泰国一样，3万多给你穿一个小时。对，化妆40分，然后外面走一个小时。哇塞，我很生气，我要吃东西，我不爽。到底我在说唱多过来。那真的，看到就在看。你被延长，你要再加6吧。你还加6吧，准时上来。没完没了所以多少钱？他是34800。我们4万。这是王一直就可以给我到底是已经卖了，他没有看到，可以等自己给你钱啊。他会使呢。还有现金还有吗？1万多块啊！你被坑了。以后你要体验，你要跟我说。那正常日本那种你弄脏，他也不会给你加，他这边都很客气。第一次遇到这种，是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那他为什么要在那边笑？就是很开心啊，因为坑到钱啊。被坑了13000。